新世纪广场 Moco Pop 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美食，由商场中庭行上一层就到的啦，快点跟我来啦！由扶手电梯直上一楼就到 Moco Pop 的啦。最近还开了两间人气新铺，织梦和游牧杂货。织梦卖的全部都是日本热门甜点，很多都是日本空运过来，虽然飞不到去日本，但是来到 Moco Pop 织梦这里同样可以感受到日本当地的滋味。这款草莓白朱古力是由朱古力包住大大粒草莓，等我即刻试一下。朱古力的甜味中和了草莓的微酸，简直是完美配搭啊。还有一款一定不可以错过的，就是松露朱古力拼盘，看落有很精致的感觉啊。喜欢松露味道的你一定不可以错过啊。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气食品，跟住介绍人气新铺游牧杂货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台湾、东南亚、北欧等不同地方的零食，产品都是由当地空运到来香港，是旅行回忆的味道啊。本期推荐这个人气高企的味之素蛋糕，竟然可以放入雪柜雪完再吃，等我即刻试一下。哇，这个简直是烫心凉啊，啱晒热辣辣的夏天吃啊。现场还有很多精选手信，不可以错过的。介绍到这里是不是很吸引呢？那就快点去新地商场 App 用200积分加现场消费，就可以用优惠价换领 Moco Pop 的 Snapbox 了。今天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啦。